好，你没有想清楚自己能够为社会为世界做什么贡献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轻易的出去，轻易的出去。我在很多年以，我在这件事情里面就反思，我在那么多年几年以前，中国大陆有很多企业在国外买公司，我认为买公司未必是你全球化的开始。有一家公司我问他，我说你为什么在那边买了这么家公司，他说人家有先进的技术又有先进的管理经验。我说人家有先进的技术又有先进的管理经验把它卖给你了，就缺了你这点钱。其实我觉得我们想明白，我们到底如果去当地要做什么样的独特的价值，是你去做的事情是当地的企业做不了，这样才是真正的去思考。